要追上他。我终于找到罗罗啦！这里好玩吗？好玩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大大的赞！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也喜欢这里，喜欢我和罗罗玩的第一个独木桥就留言。如果喜欢罗罗的勇气之跳就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疯狂魔毯就留言。1、3，还有高空的秋千就留言。3、4，最后的彩虹网就留言。5。如果喜欢我和罗罗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，拜拜。